反正这个都是夏普进兜子的美食吧。对。夏普是准备什么龙虾的？是我们自己山的山水养的龙虾。哦。今天晚上我们搞一个麻辣龙虾了，麻辣小龙虾。这个龙虾新鲜的，自己养的啊。我遇到这个高有二个龙虾呀，下午吃龙虾，大龙虾。那边喝酒，那边喝酒。好，我们吃菜，我们吃菜。